那我们在窗，我们在冰箱里面是不是高到十 psi 以上，可能就过多现象了？没问题。那你说我高压很正常，我的低压就是偏高，但是没过多，这没问题。高压会高了一点点，可是低压明显过多，你这样知道吧？很明显可以看得到，很明显看得到，所以会做这些动作给你们看的原因在这里。哦。